这么贵的糖葫芦您可能没看过，300元一串你买得下手吗？在花莲夜市就有业者从苗栗大湖引进了超大颗的帝王草莓，这大小大概是一般草莓的4到5倍，一串5颗要价299。不过业者强调，这种草莓啊，一年全台湾大概也只能产出几百颗，想吃的话想买还不一定买得到呢。又大又红，还闪着耀眼的光芒。眼前这个像宝石一样的水果，您看得出来它是什么吗？有着莲雾的大小，不过它可是货真价实的帝王草莓。把这个一只，不止 size 很惊人，名字也非常霸气。这一串分量十足的草莓糖葫芦，价钱当然也不便宜。它的单价是299元，一串就要299，都可以买一件衣服，更能吃下6盘蚵仔煎。不过花莲夜市里的这家糖葫芦有着独特的口感，一上糖以后就要立刻冰镇，再放进冷冻库保鲜。一口咬下，冰凉又甜蜜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脆脆的。它是有冰过这样子，对，然后比外面糖葫芦不一样。那每期一刚开花的时候都会比较大，那这是2、3期花比较特别的扇形的草莓，所以一年的产量我们做出来可能一年不到100只。下重本把帝王草莓变身糖葫芦冰棍，业者抢的是季节限定的商机，创意十足。不过5颗草莓就要将近300块，抢眼的外观当然也不能等于是销售保证了。